看小事千种，其实极为空洞，有血肉有情感跟你相通，就算生活超重，烦忧失控，还看四周的人从是我心的触碰。哇，这个娃娃好啊，我现在食这个嘢咩？哎呀，咁好嘢仲话唔好嘢？第一眼就鸡翼，好好味嘅。我日日唔食饭我都得，我日日食滚面都得。94岁嘅转屋婆婆，一个人住喺深水埗嘅公屋单位，接近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症突显了本地长者照顾的老问题，尽量做啦。疫情的时候就帮佢解决呢三餐的问题啦。发毛嘅，疫症之前就大约是个零月啦，不过疫症的问题就要上多了嚟啦，一个礼拜嚟一次啦。一场疫症拉开人与人的距离，亦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转屋婆婆后生由内地只身来到香港，兄弟姊妹留实在广州，她从来没有结过婚，无儿无女。啲人话你仲唔结婚啦？我话我结咗咯，嫁呃佢。我净系睇细路，我中意噃。我睇见人哋坐住一个人做，我都怕怕啦。坐住个细路，我又要做嘢喎，咪搞我啦。我宁愿自己搵自己食，我食一餐半餐我都。转屋婆婆后生嗰阵时做过车女工，凑细路嘅马姐。她一向过惯独立生活，自己照顾自己。年几前因为跌亲住院3个月，行动不便，几乎足不出户，开始要依赖社福机构的送饭和家居清洁服务。新型肺炎爆发初期，为防止社区扩散，大部分机构都跟随社署的呼吁调整服务，有每日供应开热饭饭盒的食物银行改为一次过给晒整个星期份量的食物包，送开饭盒给长者的社福机构亦改为一星期上门一次。没了饭盒派，转屋婆婆唯有自己煮。最中意啊！你最中意食杂粮啦。你自己一日煮可唔可以啊？我喺嗰度煮。喺个电饭煲度煮系咪啊？一日三餐都喺个电饭煲度煮。你煮咗啲咩啊？咩嚟噶？饭嚟嘅，系粥嚟嘅，粥嚟嘅。黐晒底咯喎！好多味啊，好好味。好味系咪啊？但系冇晒咯喎。好，我一阵间我就攞翻啲新嘢落去，又搞翻佢啊。系啊。呢啲唔食噶啦，而家系咪啊？冬我就唔食嘅。呢啲唔要啦，好唔好啊？好多味啊，好好味啊，系咪啊？我未见过你食。周姑娘系一间非政府资助嘅社福机构项目负责人，佢话疫情下临时要其他机构安排送饭有困难。嗱，已经咁样样干晒啦，啲菜已经干到。呢个我谂住唔会就系。系啦，你睇下个铲发毛发到咁样。有些机构是要下去拿的，就未必做到一个上门派饭的动作，所以有些就是需要钱。周姑娘决定自行找其他食肆帮忙，尽快恢复每日送饭给婆婆的服务。因为我们本身都是一个比较细型的 NGO， 就可以免却了很多程序啊、申请啊的时间。即我哋都想目標係想快啲恢復翻婆婆過往得到嘅服務。聽日開始咧，我叫阿哥送翻飯俾你。平日好似平日咁咧，就會送到上嚟噶啦。
一至二啫，系咪啊？一至五。同樣受疫情影響的有曾生曾太，兩夫婦相依相伴60年。5年前，曾太患上認知障礙症，失去自理能力，靠85歲的曾生全力照顧。少了送飯服務，曾生在日間中心接完太太回家，就要一邊煮飯一邊看著太太。有咩好煮食啫？梗系煮饭食嘅啫嘛，有鱼有菜有肉咁咯。将佢搞嘅嘢啊，有时啲电话啲嘢，佢去搞嗰啲电器嗰啲嘢噶，你唔响度，佢咪四周围抄嘢玩嘢咯。呢個時候翻到嚟咪辛苦咯，又要好多嘢搞噶，又要洗衫，又要嘢，又要煮飯。睇佢細路仔，你好鬼湊佢啊！佢有時行又唔行得啊！你問佢去邊度，佢又唔識講，而佢知道肚餓。去四周圍揾嘢，啊！呢嚿番梘都係佢咬咬去食埋噶，攰唔攰都係咁噶啦，邊個可憐你啫？婆婆就唔係好中意食飯，咁啊中意食面啊雜糧嗰啲，咁你睇下有啲咩就攞俾佢啦，好嘛？好啊，好啊。OK。現時本港有45萬獨居或者老伴同住的長者，最少10,000多個長者需要上門送飯服務。黎建玉，早晨，送咗飯嚟你食啊！周姑娘任職的呢間機構，全職員工只有3人。疫症期間，大小事務都是親力親為。翹都幾翹咪得咯。係啊，我知啊。勾住佢咯。係啊，我論盡啦，我而家要解翻開佢先。而家幫佢勾翻條繩，因為佢要個勾咧打開道門嘅時候唔會閂埋啊。係啦，依度收少嘅。咁樣再綁。哦，呢條緊好多。哎呀，跌咗先。跌咗，啊呢個面。係啦，正唔正啊？中意。中意，嗱，再用又一個添。為咗避免新冠肺炎病毒喺社區蔓延，政府呼籲市民減少社交接觸。周姑娘呢日嚟到送飯，忍唔住手幫婆婆執拾下間屋。呢個我嚟栽咩咧？你記唔記得？食得嘅啦，總之。誒，你估係咩嚟？你估啊？好香，好好食嘅。好香，好好食嘅。你多嚟掉骨啊你！我而家將骨都愛嚟。你我嚟拆骨啊！冚住佢啦。今日好啲，但你入嚟，你細心望下啲蚊子喺度飛緊嘅，你見唔見到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飛緊啦。因為識佢嘅時候二三十隻嘅，咁所以我哋已經習慣咗，知道。入到嚟都佢哋會存在嘅。過咗3年期啦喎，唔可以飲啊！食屙你喎會。之前未有疫情咧，我哋每個月都最少會上嚟一次嘅，咁啊有義工嘅清潔團隊咧過嚟幫你清潔啊，執下廚房啊咁樣樣。即係如果約嗰啲過期咁啊，盡量去處理啦。因為婆婆都唔會俾我一下子抌好多嘢嘅，咁而家佢今日心情靚，咁我哋就抌多少少。轉咗婆婆喺廣州有個侄同阿嫂，間唔中都嚟香港探佢，但疫症阻隔，外莫能助。佢而家唔嚟得添啊！係啊，唔嚟得啦，要隔
隔離十四日啊嘛。啊！而家我又唔翻低去，佢又唔嚟得。嗯。喂，點啊？咁點啊？姑媽，哎，你坐低先。你認得佢啊？唔係幾認得啦。呢個咧我仔，我係疏堂侄。咩個疏堂侄咧？即是以前屋村咧，阿媽話呢個三姑媽同村咁樣，咁佢對我哋好好嘅。翻大陸，但係大陸唔得，阿超唔理得。阿超係去廣州嘅親侄，佢最中意食燒賣。由於轉咗婆婆嘅屋企人喺廣州，疫情下冇辦法嚟香港探望。加上送飯服務減少了，呢位疏堂侄就由以往一個月嚟一次，改為一星期嚟探望一次。阿允，呢個好嘢啊！佢好中意食燒賣，佢好錫我哋咯。即係譬如我細個要買副模型咁樣，即係坦白講，即係我都扭過去買玩具，可能嗰副玩具係好貴。咁佢以前對我好，我哋而家要對佢好啦。呢、這個要慢慢同佢傾先，唔可以就咁抌佢啲嘢噶，佢記得添。三姑太，細個咧，嗰陣去飲茶影噶，細個啊，去嗰邊南山村嗰陣上嚟嗰度食嘢啊。嗯。係咯。哇！咁靚仔而家。咁啱我依人可能依一年就上嚟依一次，平時嗰啲工作唔係話成日見到咁。第時可能如果真係冇依個機會時候，我覺得就自己都會有啲遺憾咁樣咯。好啦，休息下先啦，走啦，休息下。咪就阿嫂。得，我同我媽講。好。85歲嘅曾生，朝早送完有認知障礙嘅太太去日間中心，就急急腳去處理家居雜務。慢慢都要5至9個字都要起身噶啦，整日俾佢食各方面好多嘢噶，有時佢瀨塞嗰啲尿片啊，又要換啊咁樣噶嘛。佢最多一晚瀨個6、7次、8次尿都試過嘅一晚。嗱，呢啲你睇，你嚟睇呢啲，嗱啱啱洗完冇幾耐啫嘛，呢啲借啊，佢瞓嗰啲借啊。洗又要曬嘅，你擺入佢老人院，即係等於謀殺。揾人啲求人啲好難㗎，有時不如係求自己咯，自己嗱一聲做埋佢咪算咯。疫症初期，婆婆一星期去4日日間中心，曾生就趁空檔去睇免費中醫。下晝3點幾。又趕住接婆婆翻屋企。轉肉，邊個啊？啊，你啊，又有嘢食，你最中意嗰個。兩個，咁你俾一個我，冇曬啦！你俾一個我，一個交換一個，我一個啫。人人係私人社福機構嘅義工，呢幾年嚟一直陪伴住轉肉婆婆。佢同周姑娘約好，今日帶婆婆去剪頭髮。像啊像啊
而家太長啊嘛，係咪啊？係啊，短啲先，係咪啊？短啲，俾人摸下。呢間機構冇政府資助，未有限聚令之前，盡量提供有限度服務。每日佢哋接收市民送嚟嘅12000个口罩，轉贈俾區內有需要嘅長者。靚仔，深水埗地區長者特別多。不少是独居或者双老互相照顾，疫情期间外界的支援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尤其重要。快点买条细的呢，肯不要蚀底啊，大的对我慢慢所以我要指定呢是要这个芝士味的。我想最大的得著就是我看到他真的真心快樂，這個是真的有錢都買不到。那個是周姑娘啊，靚女，是啊，我次次來都可以增強自信心，他就不斷讚我，是啊，其實是我想來充電，你明白嗎？拜拜了，拜拜，我下次再來探你，拜拜，拜拜，謝謝。阿婆瞓咗啊！疫情持续，曾生一个人睇住曾太，又要兼顾埋煮饭。周姑娘专登入屋，了解下佢哋防疫用品够唔够，有咩需要支援？呢啲复诊嗰啲药，复诊药咯，心脏啊、高血压嗰啲啊。佢唔系高血压，嗰啲认知障碍症。全部都系认知障碍症嘅。咁你自己咧？我自己咪。咪膀胱癌咯。你有食幾多藥啊？你我冇藥食噶。咁啊，口罩唔擔心啦。係啊，唔擔心嘅口罩。係食飯麻煩啲啊嘛？食飯啲唔麻煩啫，我一陣間係煮飯噶。唔使做便要做喎。啊？本身唔使煮。你做嘅做唔會做得壞人噶嘛？係。加重你嘅工作量啫。曾生都是比較靠自己的啦，咁我哋都會多啲同佢傾下，咁睇下點樣再支援到佢咁樣。之前都想加翻啲日數啦，派翻多幾日飯嘅，但係喺條村度即係都有確診個案啦，咁啲派飯嘅哥哥姐姐自己都會有啲擔心，我哋都要確保翻佢哋安全，咁所以暫時都唔能夠做到住咯。至於轉屋婆婆。他住的栋楼亦出现过确诊个案，送饭的任务就改由疏同侄承担。他一星期嚟探婆婆几次，确保婆婆有足够食物。呢日他翻完通宵，仲带埋个新饭煲嚟。你唔好喐，唔好喐，我扶你。我中意呢个，你送俾我，我换呢个俾你。咁样啊？系啊，因为咧你嗰个我要翻嚟整啊，唔够热啊，你嗰个。哎呀，我都唔中意咁嘅猫样，我唔中意啊！呢个好用啲，唔得嗰个唔够热，知唔知道？我唔中意，唔得啊！一定要用嗰个啊！我翻去整翻好，攞翻嚟俾你。我知，我有嘢咧，我就一定俾你食，其他唔俾。但系你有嘢食咧，一定要分俾我嘅，你我要好乖嘅嘅啫。簡單啲講啦，今日我坐喺度都係因為頭先嗰幾句説話啦。好乖嘅呢個真係。係啊，多謝你，多謝。第一隻啊，我呢個。阿媽，阿媽，阿媽，阿媽。好，你好，你又嚟啊？因為公眾假期，阿傑嘅細妹帶埋媽咪上嚟。以往大時大節先會坐埋一齊食飯，疫情令大家多咗相聚。呢個買咗點心俾佢食。係咩嚟㗎？哇！咁好啊，唔怕啦，慢慢食。唔好咁快啖喎，佢嚟親都係蝦餃啊，貓樣，好中意食蝦餃。睇住我結婚喺佢哋出世咯，咁我就記得好細個會有啲好好嘢食咯。一見到收姑媽就好嘢食噶啦，蛋糕啦，啊大
唉，省東你邊有蛋糕食啫？即係你蛋糕係啦，係外國人嗰啲蛋糕啊，係好富有著得食嘅。係啦，既然係點解就過啦，有乜所謂啊？一個因，佢好愛好咁一路咁流珍惜眼前嘅，一路咁流轉啫嘛。我都係冇。無形嘅病毒可以借人傳人，互相感染，互相感染嘅亦可以係人與人嘅關愛精神。我出世到我即係而家咁大個啦，到我嫲嫲八年嗰日，我都同佢一齊住嘅，咁所以我好習慣同長者相處嘅。佢一個冇怨言嘅人嚟嘅，就見到嘢就做啦咁樣樣。咁可能我都秉承咗佢一啲精神。好巴一樣嘢就係好想陪佢哋行到最後一步，即係已經當咗佢哋屋企人。即係係好緊要，掛住我定係掛住啲嘢食啊？又掛住啲，唔掛住啲，邊有嘢食啊？